I order the things that in front of me the person ordered. Drink apa tu? 大家好，我是阿弟 ，Atticus， 欢迎收看我们的很高贵频道。嘿嘿，今天的拍摄的背景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那大家猜猜看，我们今天要拍什么？为了拍今天这个东西呢，阿弟特地找型，然后我也特地拿了架，就是为了拍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呢，就是外国非常出名的 Let the person in front of me decide what we eat challenge， 就是让陌生人决定我们要吃什么。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人拍都是吃一餐，那我们很高贵呢，就决定拍不一样的。我们决定把这个计划升。我们决定让陌生人点我们的早餐、午餐跟晚餐。那我们把这一次的挑战取名为“很高贵之陌生人乱乱点，我们乱乱吃挑战”。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最附近的麦当劳打包我们第一餐啦 ！Let's go, let's go 。那这一次的挑战呢？最怕就是前面的人 order 太多。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没有钱。我讲真的，我现在真的是薄比那个前面的车 order 不要菜的 burger 我就 OK 了。你不要菜，那放菜那我是。你要吃菜要健康，你不讲要减肥啊？不要啊，吃麦当劳能瘦了呗。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现在有点紧张，不知道前面的人会拍会买什么。我不知道那个麦当劳人给我们 order 吗？很咯，我们 try 看咯。Ready？哇，紧张哦！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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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紧张哦！你叫马来文讲不好哎，啊，照讲就对了，照讲 ，Go！ 哎，什么东西呢 ？Hello， I want to order the things exactly the same in front of me. Okay. Yeah, that's it. 你敢讲马来文啊？你看讲完。Now order the things that in front of me the person ordered. Drink apa tu? Sama punya order dengan depan saya itu. Cappuccino. Apa tu? Cappuccino ke? Semua semua same. Semua sama. Saya kena bagi tahu kot. Tak faham kot. Habis semua. Itu apa yang kau order? Order. So you nak redeem ke? Bukan bukan, nah order dengan depan saya mia itu orang order mia barang. Oh dia ada redeem satu kod. Dia order ayam dengan redeem satu kod. Oh, jauh betul next. Saya kalau you tak ada kod tu, you beli ayam saja lah. Dah terjaya masa. Tak apa nanti. Saya tunggu next round next round. Okay. Okay. Thank you. Hey, 我们第一次买就失败了，你看。哎呦 ，first round 就失败了啊，因为。他讲他那个人有 redeem 一个 code， 所以我们没有 code， 所以现在我们等下一楼。你不要忘记谢谢吗？哎呦，有车哦，有车。Same thing。还啥东西呢？来吃个波多黎世界吗？ Same thing 啦，dengan depan saya punya。Sandy Saberi 耶。Okay。Okay， bye bye， 谢谢。三块九包哦。三块九包了。真便宜啊。钱钱，我给你钱，那，所以我们的早餐只是一个三块九吧，好啦，一个三连锁，来给他钱 ，Hello， 我钱一连钱 ，Yeah yeah yeah，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啊，我们变奇怪的人了，谁不能看着我们嘞？你不能拎出来啊，你不能走出来啊！那个 staff 笑我们嘞，啊，看着我们笑，有没有看着我们笑？看着我们笑也尴尬哦。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你们笑我们了，我们找找先，找一个地方停车先呐。OK。本来我们是打算带回去开箱的，但是总结我们的早餐只是得到一个 strawberry sundae 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吃掉它，不用开箱了啦。是啊，那没什么东西好开箱啊。就是啊，一个 ice cream 罢了。等下午餐希望不要太贵，也不要太便宜啦，不然饿死。你要去吗？我不要。不要吗？我们自己公司一个理由。啊？干嘛？啥啊？不然你早餐不要吃。然后早上吃这个好像也比较好，所以现在到我们的午餐时间，我们又再次去美多呢买第二餐了。但是这次是由我来负责 order 啦，我这次
我比前面的 order 便宜一点，因为午餐通常人家都是 order 大量的嘛。有些遇到人家买生日的，生日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不够钱给啊。为啥当然呢？saya nak order exactly sama dengan orang yang depan order. Yang tu kena pakai kod sih. Ha? Guna kod. Guna kod again. Yeah. Okay, kami tunggu next kereta lah. Alright. Okay. So, 我们又要等下一辆车啦，因为前面的又是一样的状况，又是要用 code， 我们没有 code， 所以我们只能等下一辆。啊！压力哟！压力哟！我爸点的多。Hai, selamat malam. Nak order exactly sama dengan depan kereta tu. Okay. Okay, itu saja. Okay, berapa ni? 8块钱吧，哦。怎么我们买要这样便宜的？来了，我们的午餐。Poppy 不要菜。不能啊。来，等一下，等一下，对。Surprise！停前面先啦。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菜啊，不然这么好要叫我们停前面。最好是，应该是啊。只有这样的设定啊。OK，Thank you。所以我们现在拿到我们的午餐了，然后我们现在回家来开箱这包东西里面有什么啦。其实刚才我们给钱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才8块多吧。我觉得上帝好像知道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帮我们选到很便宜的 burger， 才一粒罢了，8块钱，便宜。可是好像有一点没有很开心哦。那也吃得饱，至少我给我们一点薯条，连菜都不要加哦。只有阿拉干，个薯条跟一个汽水都没有啊。没办法啦，我好比他是一个没有菜的 burger。噔噔，没有菜啦。就是，好像真的是没有菜耶，就是 double cheeseburger 牛肉的，也有，它多那个酸瓜跟那个洋葱，给你要吧，给我咯，我全部给你啊，你 ，OK，Cheers， 往好的方面也想你，至少是好过早上只是 ice cream 嘛，现在至少还有肉给你吃耶，不要打我啦，耶。很快了呗，饿啊，大佬，早上吃 ice cream 了呢，而且还要两个人吃，一般肉粽，算了，哦，嗯啊，吃啊，好像没有吃这样少饭了那份量，我们现在就期待我们的晚餐会是比较丰富一点啊，但是也不要太超过啊，那我们就晚上见了啦，晚上见。所以现在已经是6:40了，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吃到很少东西吧，所以我们已经是忍不及去买我们的晚餐了。所以现在要往进去 drive through 啊，希望不要再中什么 ice cream 啊，一粒 burger 至少给一点薯条啊。OK 啦，现在是蛮多车的啦，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吃 ice cream 包括晚餐，所以现在我们往进去啊。Yes， 有车 ，OK。紧张啊！还会紧张吗？已经第三次了，我早就麻木了吧？我怕我讲打结油了啊，马文就不好。旁边是一个安迪，不知道会买什么。那是打包给他全家人的话，我就哦，是，好像蛮久啊，讲到，喂，不要这样嘞，好像很久哎，他讲到，阿迪熬得很久，喂，很久哎，他熬得很多噻。对，他还在讲。哇，去了，啊，走。OK。看，来我们了。Hai, selamat datang, Yorda. Hai, saya nak order sama dengan orang depan saya ni. Exactly sama ya. Okay, bye. Okay. 多少钱？看不到哎。他没有，我没有看，要问他，新增的跳出来，不知道是什么。22，22还好，很合理耶，很合理的晚餐。Thank you。还有一杯水，全部都用很奇怪眼神看我，太邪了。Thank you。蛮大包哦，还蛮大包一个，所以我们等下现在带回去开箱啦。啊！
笑。所以刚才我们给22块，又有一杯水哦，肯定有一 set 在里面了啦。这次的分量还蛮刚刚好，适合两个人吃的，因为22块，我相信应该是最少里面会有两样主食，薯条啊，这一定有的，因为一塞了。这个什么来的？鱼柳币哦，鱼的，这肯定是炸鸡哦。哦，辣的还是不辣？辣，辣的，你看。所以总结我们今天三餐的花费呢，我们的早餐是花了3.73块，然后午餐花了8.53块，然后 for 我们的晚餐呢是22令吉，所以我们今天的总花费是34.40块，这个是在非常我们认为非常合理的价格内啦。对，天对我们蛮好的，够包庇啊，包庇啊，感谢啦，感谢路。老实讲，今天这个挑战我个人觉得还算是蛮有趣的，因为你不懂对方 order 什么嘛，所以每一餐对我来讲是一个惊喜，因为我平时决定吃什么的时候我都会蛮犹豫不决的，所以透过别人帮我这样决定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我是觉得很好玩哦，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前面到底 order 什么，所以又怕太多，又很像又真的是像我们这样，我们也是怕三餐如果是冰淇淋就糟糕了，可是你们要选对车。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挑战的序列的话，你记得在下面订阅我们，还有记得按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出去，还有如果你们想看我们的什么挑战的话，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拜拜。